钓鱼啊，最近这几天就是高温天气，气温都在35度以上，恍惚无常的天气把我都搞感冒了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过来看，早点盘他，早点回家，盘他。申哥，你们在这边干嘛？那边在抽水坑，马上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在这边玩游戏，我被阿峰打死了。被阿峰打死了，你们是不是被他耍赖了？我给你们作证。好，来开始。阿峰，不是我，你帮我作证啊！哇，阿峰，是你了。哇！听一点啊，这个楼下流行啊，打开，不是吧？哎呀，这下肯定是这个了，吵不吵？肯定不是啊。打开，就在这边，肯定在开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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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？对了，对了，啊！欢迎我，阿波，不是，谁打这么重啊？阿波，不是，是我。申哥，那边水抽干了，申哥。哇，王八蛋！来，抽干了。哇，看见这个五星了吗？哇，那里还有个龙虾，哇，五星窝，漂不漂亮？这里还有一个新的痕迹，漂亮。哇，这个拿去晒干了，超级好玩。五小星，漂亮啊，还是活的。躲在这肚里面，漂亮。这个有那个七八两。人有弯钩，漂亮哈！收了。哇，这边更多鱼啊！哇，黑鲷先抓。哇，这只鳗鱼。哇，这边有一只蓝蛙蟹、红蛙蟹。鳗鱼，两斤多。哇，红骨。哇，这只。哇，螃蟹，好像是独角大臂。又是红蛙蟹啊。哇，桂鱼，漂亮。哎，这是什么？面包蟹？不是面包蟹，这是什么蟹？我也不知道。先收了啊，还在呼吸啊。哎，我看见这里两三只，都是结窝的。哇，哎呦，这只又不一样的品种，谈恋爱呀、啊？你看他们抱紧紧的。来，一起进去吧。来，哎，这里有一只螃蟹，哇，你看这个手臂刚长出来了。哎，这什么？壁虎鱼吗？哦，这个壁虎鱼没有刺，不用怕了。这个壁虎鱼很好吃。哇，你看这尾巴，这个壁虎鱼没有刺的，非常好吃。这个可以长到几十斤了，五六十斤了。今天会抓得到这个，漂亮了啊！这里，啊，金骨，金骨鱼。哎呦呦，我杀个红蟒的，还想跑，像不像蛇？这个咬人很痛的，哎，哇、哦，这个口，谁呀？这个咬一下不得了，你看它牙齿。来，继续，都乖了啊。这里面还有，好重啊，金骨嘛，两斤。这只鲑鱼啊，能、珍珠斑还有一只。老公，删掉了。嗯，这是什么？
差不多啊。哦，金钱鲨，不错。哎，这里，哇，这什么花鳗？不要跑了，躲到石头后。哦，你太会跑了吧？这么大，哦，这不敢救啊！哎，上去，上岸了就不会掉了。哎，哇，这个比红鳗还屌！哎呦，这个很屌，抓不来。哇，这狐狸，整出八英尺哦！哇，这水怎么这么多？舀一点点，不然抓不干净。哇，这么屌！上去，阿伯抓住啊！哦，哇，一只鳗鱼给它躲到那里面去，漂亮！还好今天带了这个。阿伯，你这边也找过了？找过了。好了，差不多没有了，回家吧，我们壳子掉了。回去，阿伯，回去。哇，晒死了，暴晒暴晒。鳗鱼啊，啊，鳗鱼算你个50块钱吧。好好啊，没事，你不会算，我算你个50块钱。五十，282。啊，这个金骨卖呢？金骨30块钱吧。30，嗯，30。那包工加在一起吧。包工也算30吗？包括也30了，差不多了，现在啊，再吧，再吧，四斤六，160块钱吧，60，啊，这个鱼很少见，3斤187，这个龙胆多少钱？150吧，150，这个红鳗，红鳗你加在一起吧。哦，啊，哦，好，金是819。这个龙虾多少钱？龙虾300块钱。300的。啊。300。1斤660，498。阿三，哎，进来3块钱啊。嗯，好。总共是1732块钱哈。那你不过现在，啊，那等一下找给我，啊，手机我在那边。啊，我找你手机那边就好了哈。啊，1732啊。啊，好，谢谢老板，走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一共卖了1730块钱，阿冠军弄船了。等一下我们回来，一人喝一点，晚上喝啤酒啊。喜欢阿生赶海的，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哇，这抓很好，还不错。老大家，我是阿生。今天特意去找了这么多藤壶啊，我们去掌握这个老坑，来，现在打桩，我们打进去。来，再见了，过了3、4天把它刨了。过了好几天。他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，来，来来。抽干了，哇，第一次下去，哇，漂亮，龙胆，哦，哇，怎么了？一斤多哈，来来来，这是什么鱼？哦，会转圈圈啊，哇，怎么了？草鱼吧，这个专门吃龙须鲨鱼，来收，哎，小黑雕，抓住了。哎，哦，这是珍珠白，收了。哇，这里又看见一只大货，哇，
这个鱼漂亮吗？这么大，很少抓过这么大的鱼。这里也是。哎，珍珠吧，蓝色翅膀，很漂亮啊。收了，来，看这一只什么鱼？哇，小奶鱼，漂亮，收了。来了，哇，这么大的金钱鲨，哇，你们见过这么大的吗？哇，长得天使的脸，来收了。哦，哦，漂亮，可以钓。龙虾躲在这里，漂亮。哇，小鱼钓。哇，漂亮！你看身上多漂亮！哇，这是什么鱼啊？哇，这么大！你这个四五斤吧，还在张嘴，漂亮！身上很漂亮哈、啊。这里是什么？哇，鲈鱼。哇，大螃蟹，这个是不是漂亮？三牙五爪，哇，大红，哇，一抓很久还不死，哎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哇，包公，开封的，哎。哦，又一只小奶龙，螃蟹，哇，珍珠吧，哇、哦，活龙出水，飞着翅膀，很漂亮哈，长得天使一样的脸蛋，魔鬼一样的身材，漂亮。一斤多的鳗鱼，这是什么？橡皮胶一样。哇，鳗鱼跟狗鲨的谈恋爱，一斤左右哈。一只甩头，哦，小奶钓，哇，小珊瑚太漂亮了。哇、哦，多新鲜！开封的，这里是什么？哇，又是龙胆，超级漂亮。收了。哎，哇，你看，这个鳍多漂亮！这里看，金骨鱼啊，又一只，第三只。这种鱼很凶猛，哇、哦，一大把，红鱼标，一二三，漂亮，这等于一两个，你说，好了，我们差不多摸遍了，回家吧。阿敢回去了，等下去船上看一下鱼货啊，今天还不错。我们现在到家了啊，今天收获总体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坑是我山西的一个粉丝包了哈，我们现在把它真空包装一下，发货发给他。喜欢阿生赶海的，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